第一组呢推荐你，狮子座的上司配上摩羯座的下属哦。怎么说呢？其实这两个星座呢，其实都喜欢玩一点小小小的心理战哈、哦。所以一个想要权力呢，一个又想要控制哈、哦。控制是指摩羯座，权力是指狮子座。所以如果狮子座呢想要创造他的黄图霸业的时候呢，非得找摩羯座这种深谋远虑呢，甚至我们说有点老谋深算的摩羯座，一切都非常的完美哦。第二组呢，推荐的是双子座的上司和水瓶座的下属哈，这是一种所谓的创意事业的组合哈。大家都知道，他们两个等于是点子的制造机哈，有点小聪明，当然偶尔也会有一点大智慧哈，所以属于前卫型的人物了。个性啊、思想啊、逻辑上面其实具有一些共通性。水瓶可以提供所谓的双子的很多意想不到的天马行空的点子给双子座，那双子座呢也会给水瓶座极大的发挥的空间哈，所以其实两个人等于是水乳交融在一起，玩出一手的好业绩哦。第三个组合呢是天蝎座的上司配上巨蟹座的下属哦，这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家族事业的最佳组合哈，敏锐呢、感性呢，还有个性都非常非常，还有思维哈，都非常非常的接近。两个人其实只要沟通一下，其实就会有相当的默契哈。所以其实，我们说哈，巨蟹座的小宫女呢，深知自己斗不过，所谓心机算尽的天蝎座婆婆哈，那种娘娘级的，所以呢，只好明确的选边站，然后当她的小宫女、小侧身，服侍的服服帖帖喽。